你退团了？嗯，这么突然？你不是前阵子还在表演吗？有吗？有啊。我哎、欸。你啊？不然是谁？哎、欸，你是不是又偷偷跑去唱歌啊？干你什么事？你在干嘛？你人格分裂啊？不是我。是他啊！哦，哎，你为什么退团啊？哎，说话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因为你那个忧郁症的朋友，对不对？他不回答，哎，可能是因为忧郁症的朋友。今天谈话到此为止。你去哪？我去找蓝雀聊天了。蓝雀，他不是在这吗？走了。